及时补充能量，快离开这里！ 快走！快！饿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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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雷哥，我的没电了，我的电池吃了，开不了机呀！哎呀，初初，这哪有电？学校电路已经被切断了，去村里看看吧，在那边。好。 快说怎么回事？那人没了。喂，你好，非人热线。游走为是不是你们救走的？游走？游总怎么了？游总到底怎么了？游总被捅了一刀。 问你一下，除了孙悟空、猪八戒和黄眉大王，还有没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来到现实世界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游走为失踪了，他被人捅了一刀，一道白光出现，然后人就没了。难道是孙悟空出现了？如果是孙悟空的话，他为什么不来找你？那你说，他们是想救他呢，还是想害他呀？我担心。 他是冲着太子来的。小千，你有所谓的消息吗？小千，是你把所悦拉上这条道的，你得把他找回来。不是，是我害了他。浩美，游总他……今天他出门之前，我们吵了架，太子还没有充完电。 就让我给拔下来了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
要不然他怎么会？话梅啊话梅，我说你什么好啊？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，你不就是太晚了吗？我现在知道错了，小千，我真的是后悔莫及了。只要能够找到所谓，要我干什么都行。只要能找到，我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太子为您服务，请输入开机密码。打击盗版。哈哈哈！谢谢啊。密码原来这么简单啊，害我们三个猜了一宿。三个。我们俩现在可是给别人打工，带你到这儿来的是我们老板，他可是你的老熟人了。慢慢猜吧。太子为您服务，请输入开机密码。打击盗版。密码输入正确，请进入功能选项。功能转移，东的。飞行，想跑，信不信我把你们俩剁不剁不给吃了？没想跑，说谎，我最讨厌说谎的人了。服不服？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！知道我的厉害了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！哎呀，你们呀，你们，年轻人老给我惹麻烦。来，拿来。什么呀？拿人家的东西得还给人家呀。哎，对对对了，拿来。我没这个。何老板。没事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起来吧啊，来起来。贼心不改，老让我为你操心呐。还有你，看什么看？啊？
拿了人家的东西，就得给人家赔不是去，明白吗？去呀！哎呦！尤总，范总，是范总，当然是范总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一不小心差点让他们给偷了去。干嘛呢，愣着？过来，给尤总赔个不是。尤总，对不起啊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现在满世界都在找你啊！快快，打个电话。别让你那帮兄弟给你担心了。你还溜达？你这么溜达，能把尤所谓溜达回来，你就使劲溜达。我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你们不用为我担心。你在哪儿？过几天我就回去了。你伤得重不重啊？你真的关心我伤得重不重吗？你说呢？你是我老公啊。我没事。所谓对不起，也许昨天我不应该跟你说那样的话。我现在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很害怕。我只希望你能够平安回来。以后你想做什么，只要没有危险，我不会再管你了。我对你真的这么重要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在我心里变得那么重要。现在对我来说，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够平安。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？跟他说你很快就回去。我在一个地方养伤，伤好了我就会回去的。所谓我爱你，啊，我受不了啊。伟哥，是谁救你回来的？回去我再告诉你们吧。小千啊，你母亲的治疗可能要暂时缓两天了。那我们怎么和你联系呢？我会主动跟你们联系的。